姐姐快来！我抱干嘛呀？我没包的要学舞蹈，学不会呢。好的，我来教你。彤彤，什么舞蹈呀？我一个家。同一个家，那姐教你吧。哎，这次连上音响音真大，是不？你怎么跳一半不跳了？我都不如彤彤跳的好的，我怎么教他的呀？彤彤跳的很棒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学的很好。这个印象怎么样，彤彤？特别好，有股 DJ 的感觉。DJ 的感觉是吗？听了想跳舞了是不？对呀。这下以后你就别说手机音小了，使劲跳啊！使劲跳。好了，再见啦！拜拜。有一个小肉冰。彤彤，你干嘛呢？哇，好像哟，又是那两个大鼻子。我们去洗澡睡觉吧。好，我明天要上学呢。干嘛，彤彤啊？今天我们要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下彤彤睡前的一些小习惯，非常有仪式感，是不是？就说小事儿多。我们第一步要去干嘛？刷牙。刷牙。彤彤，看那小牙刷，胖嘟嘟的，是不是和彤彤的形象很搭哟？挤牙膏吧，先刷牙。好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非常棒。早给你准备好了。而一个长得比一个更漂亮，这十二位美丽的公主都是在同一个房间睡觉的。语音控制已开启，小曲安心模式。伯爵拿着小匣子就走了，绿宝石小匣子。天黑了，老婆婆和她的女儿开始纺线。这时屋外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叫声。妈妈写完了。写完了、来妈妈看一下。彤彤幼儿园留的作业。半张啊，半张窝，还有半张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彤彤的妈妈。彤彤刚开始学习啊窝鹅，还有一二三。你觉得彤彤写的怎么样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彤彤，作业都完成了吗？完了。还差什么呢？这倒
食谱，谢谢宝宝。明天又给你做食谱了、嗯、那我们还要换下来吗？还要呀。嗯，那我看看明天你吃什么好不好？嗯。彤彤，画大盘子吗？明天我们要吃扬州炒米饭，还有海米萝卜汤。彤彤，这是啥？画错了，啊，画错了，画错了，嗯、擦掉。错了，在这儿。你呀、啊，要用爸爸买的新文具了，电动的。哎呦，彤彤用不习惯呢。哎，开了。好用吗，彤彤？擦得很干净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盘子擦掉了，盘子擦掉了。必须得擦一点。啊，那必须要擦一点是吗？彤彤，嗯、两个黄的黄的是啥？鸡蛋。绿的呢？菜呀、啊。红的呢？胡萝卜呀。胡萝卜？这整盘米饭里面就两个鸡蛋，啊，两个菜，两个胡萝卜呀。嗯，都是米饭呀。完成作业，收拾一下桌面。还有书包呢。还有书包是吗？彤彤太棒了，写完作业自己收拾书包。然后自己削铅笔。彤彤，你特别喜欢爸爸给你买的套文具是不是啊？自从有了这个文具，彤彤就不要妈妈动手了，姐姐和妈妈都省事了，是不是？彤彤，坐好，椅子儿，我走，我走，你自己坐。好啦，放进去得了，为什么这么使劲放？哎呀，还放最边上，行了，好，拉拉链儿。收拾完毕，我们要睡觉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要洗澡睡觉了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。大家好，叉叉。今天我和西西要来场比赛。先看一下西西的这款，西西，嗯，叫什么名字？破土卫士。唱唱的这款是谁？重仔豪登。准备好了吗？都？准备好了。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先让姐姐一步。好，弟弟现在已经大卸八块了。畅畅完成了个小车，看，继续。畅畅，你劲儿够大吗？够的。这个车能重合得了吗？哎呀，好尴尬呀！来看一下西西到达哪一种程度了。西西，你知道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吗？挖掘机。铲车，看西西的。这啥？这坦克吗？火箭？这是政府。西西，嗯，我感觉你快要赢了。看一下姐的。嗯，哎呀，姐姐也很快。啊，我不知道原型是什么样子，好尴尬。尴尬了吧？爸爸，我已经拼完了。你已经拼完了？啊、你这么快、啊？我看看你的这个。要不要让我帮忙呢？我比你快哟。姐姐开始嘚瑟了啊。西西，你最终还是要看说明书是不是？因为不知道原型是什么样子的。彤彤，西西，你看说明书就看烦了，听我看。嗯，现在畅畅正在帮助弟弟。哎，完成了没有？还差哪儿呢？这个看我牛吧，你弄了一半天都弄不上，我一下你终于赢了一次是吧？你一直都是赢呀！哎呀，弟弟是刚还是让着你呢？没看说明书。我也没看。嗯，你也没看，你厉害。你早看，你一直看的。我哪会不去放点儿？哎，不是我，哎。行了，来给小朋友们展示一下你的最终的形象，看一下畅畅和西西，把这些卫士变形成最后的汽车形象。来来，采访一下啊！不管谁胜谁败，这套玩具你们喜欢不？喜欢，喜欢就好。再见啦，拜拜。